上的片段全部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。原来会逃的羊是从马来西亚逃过来，不是，是从马来地区，都不是，是狼来的，是狼来的，是桃子养，狼来的，然后嘞，没有，是因为杨桃啊，桃子养的，所以要去别人抓的。啊，好了 ，OK。就突然间想到灵感激发，然后要拍一个 MV， 拍一支 MV。考试 OPA Gangnam Style。